们多少秒呀？那个，45秒。45秒。40秒是吧？27是啥意思？是升温嘛？现在不是才27度吗？那是十九温度，底下那个是多少？不，45秒，我设置成。45秒啊。哦，刚才你设的是，45秒，温度啊，温度到205哈。到时候到了以后，它是会提醒吗？它会升温嘛？它升到205度嘛？好。你踩呀，踩了。以后再弹个样。踩多大的？30×30的。有九十块。对。你卡个尺子。换个地方。好。在地上也行。打点不要紧，在这里，这好，对，那就可以了，30就可以了，30×30，先拿这个没有，就这个地方吗？对，30，一会儿久呀。这这样，既然这样聊30吧。好，这边开始。30是到这个地方啊。对，现在我给90知道了。好。不做30的啊，差不多就行。这会是30吗？对，这时候再系上原始数据就行。觉得不正也是觉得，不是吧？差不多行。你剪完了以后再量量它实际用圆珠笔写上它实际的数据，到时候测完了收缩再。看它实际的数据，以后一出一减，多少尺的材质？有多少材质？你写写，多少材质？